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阿边，潜水嘅朋友都中意叫我做阿边个。咁喺2019年咧，我喺 Facebook 做咗一个中文嘅潜水交流平台，叫做潜水小贴士。呢个平台最主要系一啲朋友有时会同我讲，佢潜完水过后，可能对于一啲潜水知识已经生疏忘记咗。咁如果佢有需要想知道一啲潜水嘅知识嘅时候咧，佢可以喺我哋呢个平台提出佢嘅疑问。咁我哋就会揾一啲相关有经验嘅教练或者人士咧，拍成影片嚟解释俾大家听。咁除咗潜水嘅知识以外，我呢个平台仲会介绍俾大家最新嘅装备，或者系一啲潜水实用嘅小知识。咁、那个节目嘅名称就叫做边个讲，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啦，多谢。